开幕的表演，就在尖沙咀的洲际酒店。你看，我是把没用的拿走，但我马上告诉人家，我撕出来也可以用。但壁画多，我就不会给人家拿来干什么，拼到另外一张纸上是同样那个字，不过阴阳相反的，好像篆刻一样。我的学生从两岁的学前儿童到九十多岁的公公婆婆，智障一直到大学生都是我的学生。我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国际网 TEDS TED 三个大写一个小 S， 所以我在那里讲过十五分钟之后，我告诉全世界人我的学生一亿以上的了。后来大会把我的名字英文名字冠到网顶，他怕我找不回自己的那个部分，因为我是当年的第二部分的第四组，所以要找是头痛的啊。我最初切出中文大学就是和天楼那边教育学院，我也告诉人家，大学去了那么多，最开心就是中大教育学院那两课，干什么有分彼此，因为我告诉人家，其他所有大学都是学生或是老师口头邀请，单那个中大教育学院是学校直接发邀请信，含有标题给我讲的。琼基的李炳房里面也有我的作品，就是他五十七周年校庆我去表演的那一块。他对过去有一个餐厅，楼上有一个叫六艺堂嘛，我也开过班，有一堂那个系主任问我可不可以做一件纪念品送给六艺堂，我就把一片正方形的纸把它叠成六。